小朋友，你们喜不喜欢柳丁哥哥？那你们喜不喜欢香蕉哥哥呢？那你们爱不爱爸爸妈妈？怎么都没有声音啊？哇，好多爱哦！对爸爸妈妈的爱就是要大声说出来，让他们知道哦。那你们爱不爱悠悠点点名？我们也爱你们喽！大家好，我是星星哥哥，我是月亮姐姐。希望啊，今天的猜谜游戏可以简单一点哦。对呀。啊，那这样好了，等一下一开始的时候，我先来拜托一下悠悠猜猜王。好啊。是他们来了耶，在那边。嘿呦嘿呦嘿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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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嘿呦，小朋友你们别害怕。两个提示，来玩玩猜一猜，猜对了，大大的宝物送给你。猜错了，你的宝物让我们带回去。悠悠猜猜王，大力小巴，他口船长欢迎你们来挑战。哈哈哈哈，猜猜王，拜托你们，今天的猜谜题目可以简单一点吗？不用拜托了，今天的游戏很简单，我们来玩抽签游戏。没错没错，非常简单哦。你们看，小巴的手上有两个号码签，你们要选一个。里面的图案呢、如果是星星哥哥跟月亮姐姐的话，表示你们赢了，对，就可以把我们的宝物给带回去。没错，那如果里面的图案是我大力还有小巴的话，表示你们输了，那你们的悠悠宝物就要送给我们。那现在我手上有一号跟二号，等一下你们就要来选择咯。当然是我们要怎么选呢？那我们来举手表决好了，好不好？选一号的举手。那选二号的举手。那我们决定选二号。二号，好，我来看一下。好，里面的图案是大力跟小巴，我们赢了！耶！哎呀，你们应该要选这个的。这怎么是一样的？我忘记做他们的图案了。好，所以刚刚的抽签游戏就不算了。当然不算。对不起哦，对不起哦，小巴，你哦你。对不起啦，那我们赶快来玩猜谜游戏吧。船长，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谢谢船长。第一个提示是冰山。哎呀，看起来好冷哦。很冷的地方啊，那一定是在说冰箱，对不对？错，这是要猜一种动物，它住在很冷很冷的地方。真的好冷哦，好像都有可能哦，但是还有一个提示哦，不要紧张。你们猜不到，哈哈哈！你们猜不到，哈哈哈！你们猜不到，你们猜不到。刚刚小朋友有说北极熊，有说企鹅，好像都对耶。对啊，都有可能。但是呢，我们还有第二个提示。好，我们请船长给我们第二个提示。谢谢船长。注意看喽，这个提示是白衬衫，还有燕尾服。哇，看起来好帅哦！没错没错，他的样子就好像穿着帅气的礼服哦。我还会学他走路，你们看。我也会，我也会。大家都知道答案了，一定了。啪啦啪啦噼里啪啦猜不到，啪啦啪啦噼里啪啦猜不到，猜不到猜不到，永远猜不到。聪明是企鹅吗？我们一起来看看正确答案。住在很冷的地方，身上穿着白衬衫加燕尾服的动物就是企鹅。他们答对了，好棒哦！我成功了，宝物是他们的了。
又失败了，真是叫人伤心。对不起，对不起，好运还是不来临，这次输得惨兮兮。哎呦，大力，小巴，是的，船长，接受失败的惩罚吧。哎呦，小巴，有没有比那个抽签游戏更简单的？应该有啊。那是什么？哎，还没想到哎。哎呦！Thank you.
家无话不说，简简单单都还不错，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OK all right OK all right。 你是我的爱，我是你的爱，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简简单单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Then everything is OK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Because 我们有爱，我们彼此相爱，Because 我们每天过得轻松愉快，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欢呼，一起 OK all right OK all right。 我们欢呼 OK all right， 我们跳舞轻松愉快，过每一天 OK all right。 又是个大家庭，又是个大家庭，都是一家人 all right。萱是一对感情非常要好的妈吉，平常除了一起玩，还会彼此互相帮忙哦。听说他们做点心的手艺很不赖，今天要联手做寿司给草莓姐姐吃哦。欢迎光临寿司店。为什么今天寿司店有卖寿司吗？有。有。包寿司要准备什么材料啊？萱萱老板和婷婷老板真的很勇于创新口味耶，除了甜的果酱，还加上鸡块、番茄酱、卤味豆干，哇，这么有创意的寿司，草莓姐姐还是第一次碰到呢。哇，老板，你的手艺真的都好好哦，这样就可以吗？可以。草莓姐姐，你的寿司好了。谢谢萱萱老板还有婷婷老板，我觉得你们的寿司真的很有创意耶，可是我想我还是带回家做纪念就好了。
是好天气。谢谢所有喜欢节目，而且记得收看节目的朋友哦。也要谢谢所有喜欢节目，但是没有时间收看节目的朋友。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要准时收看我们的悠悠点点名，我会记得你哦。大家好，我是太阳哥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也要记得按这里哦。